又去找你的男二小哥哥了？哎呀，你别一副捉奸在床的样子嘛！我这不是去给他发好人卡了吗？什么好人卡？就是他是个好人，但我不喜欢他。哦，那你喜欢谁呀？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问，我怎么知道？莫成前，你这个心机 boy！ 快说，喜欢谁？喜欢你，我英俊潇洒的男主角莫成前殿下。我也喜欢你，真心话大冒险。干嘛？还没结束生活。不用了，我也选大冒险。太子之人臧王子，只要太子能娶舒媛做太子妃。魏郡主，还请自重。你三番两次的陷害双双，双双敬你是南安郡主，从未问罪于你，而你却得寸进尺的想要谋夺他的太子妃之位。舒媛不在乎地位，我只是一心爱慕太子殿下，还望太子殿下成全。你若真心爱本宫，便不会在得知三弟的阴谋后无动于衷。舒媛有过劝阻，只是三皇子他一意孤行。所以你就任他一意孤行，任本宫自生自灭。等本宫平安归来后，你便以指认三弟来跟本宫谈条件。魏舒媛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本宫今生今世只会爱陆双双一个人，也只会有他一个太子妃。至于你，本宫念在太后的面子上，给你留些颜面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莫成前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陆双双究竟哪一点能跟我比？对，陆双双，都怪你夺走了我的一切。